爆料君，爆个大料给你，我高中跟现在一个很红的女明星是同班同学，其实她高中根本不漂亮，大概整过了。我们班当时有个学神，各种竞赛什么的都是第一，还非常帅。 Q 就跟他表白了，好惨，还被人撞见。哎呀，结果被人毫不留情的拒绝了。不知道爆料君你敢不敢发了？看着窗外的小星星，心里想着我的秘密。那个爆料的你看了没有啊？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，他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有真的有假的，假的是说以前不漂亮，我一直就美得不行，还有人家拒绝我也没那么狠，很有礼貌的。你还真跟人表白被拒了？当然，他真的很帅。喂，林姐怎么了？晶晶，你玩王者荣耀了？你什么都不懂，瞎玩什么？我好歹是个代言人，老说我是游戏高手，我不心虚的。算了，我早该知道你有这毛病。我能不能请你当我的教练？我们单位要组织王者荣耀比赛。我觉得你还是找别人比较好，我随时都可能不玩这个游戏。我想赢得好看一点，玉兔大神，拜托了。好吧。你知不知道于途现在在做什么？他好像在做空气净化器。我怕有人觉得我太大牌了，所以下来迎接一下。我们去看看你的净化器吧。我这几天在家时间久了，有点头晕眼花，不如我们出去走走。我觉得和你走在一起有点不安全。这句话应该我来说吧。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于驼，你不要觉得我八卦。你说。棉花漂不漂亮？也就大街上随处可见吧。我忽然想到一句话，觉得很适合你。什么？可是你已经是看过星星最多的一只兔子了。加油啊，兔神。谢谢。你该去休息了，明天记得来排位。高中的时候我一直很崇拜你，那时候我想这个同学以后一定会成为很厉害的科学家，这样的话我也会觉得很荣耀的。当然是作为你的同学。可能又让你失望了。没有啊，同行也很好啊。我相信无论你做什么，以后一定都会很厉害的。欢迎王者荣耀代言人乔晶晶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晶晶。晶晶是第一次来到现场比赛，紧不紧张？我一般不紧张，都是我队友紧张。于途。大家好，我是于途，职业是航空设计师。于途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我们不合适。晶晶，你属于耀眼的世界，而我属于另外一个世界。最近和喜欢的人表白了，他好像嫌我成绩不好，所以想和他考同一所大学，说不定他就喜欢我了。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努力一下。
春节的时候你回京市吗？谢谢你的回答，但是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真的没有意义了吗？不要这样的，雨桐。晶晶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我有点愿意，但这么说心里又不开心。于途，这就是你说的随处可见？谢谢，难道不是随处可见吗？